哎，那边好像是不是有一个人啊？在钓啊？全部都是海啊！对啊，这边钓手。嗯。接下来我要看那个什么那个贝类，我要去挖那个贝类。这不是我们的对，没错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哈、哦，要来进行我们的午餐，然后看看里面有卖什么东西。好，顺便买鱼饵。好，顺便买那个今天要大丰收的鱼饵，不是大丰收鱼饵，是大丰收钓到鱼。爆桶不是爆鱼饵，是这样。对，不是爆鱼饵，然后都没消饵。啊？什么渔港？博港渔港。哇！像是嘴巴是，可是身体对不是哎。这个也不是石雕吧？这边好像是一点一点的。对啊对啊。要不然是黑白的。这很漂亮哎。真的鱼啊！真的鱼啊！这当然是真鱼，咬一口就知道是真的。咬一口就知道了。它尾巴白，根本晓得真的干的呀，真的干，怎么干？干蚂蚁，干蚂蚁。当然这个太。昨天。你讲讲到吗？我那你不要在这边借钱，我没用到了。不啊，别问我，好吃吗？它是二楼都好吃，我是觉得还好。它饭太干了，太干，没什么素的味道。现在我们要来旁边的这个鱼市场的渔港，然后呢，有看到一个人在钓鱼。那我们去看看他到底在钓什么鱼。哎，不对。好啦 ，Go Go Go！ 从哪边进去啊？哎，他好像车子也能开进去啊。好了，秘密通道，可以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从破网。现在破网而入。哇，好多人在钓。我们现在是不是私闯？其实他们这个渔港也没有特别干净啊。好热哦。啊，看一下他们。这个有洞但是没有什么鱼啊。
边，那边，那边跳没有洞，那边没有洞，那边，那边有贝，那边有，我去看那个啊，啊，你看，等一下车子在后面打开，刚刚掉下来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刚刚小只的是最小只的，对啊，它是最底下的，很漂亮的渔港，有人在钓鱼，再来讲，有钓到无？听无？这也蛮浅的啦，那种直落体的、啊。对啊，直落体比较，因为这个是斜下去的，这已经没东西。对啊，就不用看了，走吧。好，我看那个他们在玩什么，这边比较深一点，小朋友在钓鱼。这边有龙虾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。要不然你晚上过去那边。哈哈。去那边干嘛？我那边有龙虾，就算有也没几只啦、啊，肉都那么少，不一定哦。这里没有，我说那边就有龙虾，就有了。钓不？哈哈，钓不？你讲几多？好啦，看一下我们车子的正面，帅车尼桑的。帅气飙车手，现在来到一个公园旁的一个海边，看起来就是还蛮不错，蛮干净的，也有人在钓鱼。好，那个方向有人在钓鱼，等等再过去看看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是它比较靠外围。今天的天气算是还不错，蛮热的，温度大概有25-27度。来到这边也是要小心防晒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的深度，哎，蛮浅的哦，那边应该比较深。对啊，那边不知道怎么绕，因为那边有个航道。不过他这边的话，很多在玩娱乐的。5:11满潮。对。5:31满潮。5:39满潮。好多鱼啊！大鱼在那边。然后很多水面上很多小鱼。这边有大鱼，但是那不知道什么鱼耶。换点呢？好啦，我们来到一个卖场，从哪边进去啊？这边吧。天气实在太热了，进来吹个冷气。啊？没有没有，他拿丢垃圾。对啊，啊也没有卖冰吧？他不是有那个投币的，外面有投币的吗？有啊，对啊，这边都有啊。好啦，买了一包日本的橘子，小甜橘还蛮好吃的。好啦，现在准备。
华俊，华俊，断了吧，断了吗？哦，钩子给我掐歪掉了。那他有卖，他那个凹凹的啊，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是白白的，烫过水的。好了，准备夜间巡礼。别下电，轮子。啊，这那边的人很漂亮。因为有你钓龙虾不是放着就没事啊，你还是要稍微提着。你说怎样？对啊，但是今天大潮，月亮那么远啊，哈，其实我没有抱很大的希望，但是就是要看那个龙虾的洞有没有。你看哦，你看好漂亮哦。白的光，我跟你讲，白光会聚鱼啊。好，白光不会聚鱼。你知道白光的地方，整个拍起来很漂亮。这有鱼来了。白光这种鱼会靠啊。但我觉得很少有大。钓鱼。对啊。所以要从刚刚那个洞，哎，这个有洞啊。那边有一个洞，这个哈，那个洞很好，这个，嗯，因为我是没有带防滑鞋，对啊，不建议下去，不会滑啦，这里有洞，干的啦，你看这里有洞，对，这个，好，对，我这个试试看，超深的，你看这个洞，这边有线耶。哎，我试一下。刚刚灯照的特别干。不会。不会啊。哎，不要，不能一直照着。我试个深度。哇，深哦。好深哦，好赞哦，靠，线不够，可以，帅，这里有多帅，几米？
我因为我这没电了啦，这一颗电池没电，没有办法计算那个。你快通电了。好，很赞。通电了。那不能充电啦。好啦，你们今天有龙虾吃哦。